走这个小道哈。这黑妹长得差不多，黑妹。后边这个是亚妹啊。今天是星期六，昨天晚上睡得挺香啊。唉，昨天是正常时间睡觉的啊，黑天睡觉，中间醒了，闹钟醒了，但是又接着睡。嗨，这个给外宾让路是对的啊。昨天粘手机的贴膜，费了一番心神，是在美国版拼多多买的三个三星 S10 的水凝膜。它的说明书是包装袋上有二维码，需要扫码，一扫码之后出来一个视频，点开视频按照视频操作。第一步是用它附带的酒精棉片把屏幕给它擦干净。第二步是用它附带的一个眼镜布一样的小小布把这个湿的酒精擦干净啊，擦干。第三步是用它附带的那种不干胶那种粘贴片把屏幕表面残余的那个眼镜布上面那个纤维给它粘掉。第四步是把手机贴膜的背面的那个一个叫定位贴，一个像手指头那么宽，像两个手指头那么宽的，两个手指头那么宽的给它揭掉之后呢，轻轻的把它盖在手机上，找好位置啊，如果位置找不对的再拿下来重新盖。盖上之后呢，然后它不有个定位贴那个位置吗，有两个手指那么宽，把它压实了，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来回串了。这时候呢，拿着它附带的一个小卡片，像个银行卡一样的，然后摁着它这个手机屏幕的正中间，摁着正中间这个位置，然后把这个手机贴膜的一半，它在中间有一个中线，它已经折好了，把它一半给它翘起来，翘起来之后呢，然后用这个硬的卡片顶着这个中缝往前推，往外侧推，外缘推，一边往外缘推，一边把这个不是立起了一半这个膜吗，把这个立起了一半这个膜的内侧的这个一个小薄膜给它揭掉，随揭那个一边揭内侧这个膜，一边把它压实，拿那个卡片把这个给它压实，把这一半压实之后如法炮制，再整另一面，也是把手机调过来，用那个手机这个卡片顶着中缝，然后往边上推，一边推那一边把那个另一半贴膜的内层的膜给它揭掉，对吧？之后呢，然后拿着这个卡片呢，这么来回的这么刮啊，把这个气泡刮掉，基本差不多了。还有边嘛，因为三星 S 是它边圆边，把边也稍稍刮一下。之后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手机贴膜最外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膜，有个粘贴，拎着粘贴，拎着脖领子，拎着这个突出这个粘贴，轻轻把它揭掉就 OK， 就完活啊，还不错、啊。这个膜比较薄，不像之前贴那个钢化膜那老厚啊。之前贴那个钢化膜特别厚，它的问题就是没反应，怎么摁它这个没反应了。就像我的三星 Note 9手机也是，买的时候2018年感恩节买的，买完之后在手机店贴的膜，一个白人帅哥给贴的，倒是很结实，但是用手指头划这个屏幕就反应迟钝，每次把那个笔薅出来，得把那个三星 Note 9带那个笔薅出来，拿那个笔点屏幕才灵敏啊。我这个三星 S10 也是，之前用的钢化膜那个太厚了，后来就给它揭掉了，扔掉了。这次买的水晶膜好多了，一个是薄，不影响手指头滑屏幕，另外一个它可以仿偷窥，它是用一种什么技术吧，就像这个汽车玻璃似的，它贴一层膜，你从外边往里看看不着里边什么，但里边看外边很清楚啊。这个手机膜贴完之后，这个屏幕变暗，别人想偷窥屏幕上内容偷窥不到啊，这个非常好啊。三个膜花了不到$2，还是挺不错啊。唉，昨天还是蒸的河粉，煮了三个鸡蛋，吃了一个，另外两个吃青，煮的牛奶忘喝了，然后又吃了一小兜葡萄，还吃啥了？
人没吃啥吧？啊，吃了一小块鱼肉，对，现在吃肉非常谨慎了啊，一天吃一小块，甚至不吃，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然后昨天国内那位朋友也把手机交优了，走的顺丰快递给我发来的单号啊。现在他还款呢，就算下来13万多，还了还剩7万7，还了5万多了吧？还了5万8千多吗？也行吧。他在同济医院看病啊，同济在武汉吧？那边正好有亲属。我说国内医院协和、同济、湘雅都不错，他说湘雅医院有点远。我说也行吧，国内坐动车点对点的还是挺方便的。他说飞机也行，我说飞机可能去机场安检啥的有点麻烦啊，不像那个高铁点对点比较方便吧，没有那么多安检的程序啊，不是说像机场那样到郊区啊很远的地方去坐飞机，因为飞机有很大噪音嘛，所以机场一般设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唉。然后大宝今天早晨发来几个截图，说现在延迟退休了会影响妈妈吗？我说会呀，当然会呀。前几年妈妈他们单位有政策可以提前退，他不退。我当时说，我说你退下来吧，少挣多少钱我给你补。他说就您，他有点不相信啊。这交通局的车在那贴罚单准备，在这到处在那巡视呢，找那些乱停车的才贴罚单哈。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赶机会，机会错过了就不再有啊。当时你可以退，你不退，以后再想退就没机会了，这就是命运吧。我说你妈妈有时候就是瞎折腾啊，折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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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吧，也不知道是好事坏事。退早了可能身体也不好吧，人得有点营生干，对不对？也行吧，有些东西难得糊涂了，就只能。唉。